喺我後面，我後面呢個通道咧就係上地鐵站嘅。咁而家個地理環境咧好近嘅啫，由呢度穿過嚟，經過咗呢一個教會，喺側邊咧就係上樓噶啦。門口咧右手邊咧就係個客廳。客厅其实望出去有一个平台嘅，继续行咧就入去房。其实呢个房咧佢就做一个大房，以往嘅单位系可以一开二嘅，即系做两个客房嘅。业主就做咗个半开放式嘅厨房啦，洗手间全部已经改晒噶啦。大家睇咗呢个广告咧，如果要睇嘅话咧，即刻嚟睇啦。因为如果300多万买喺铁路站咧，好少有。